大家看，现在海拔3400多，看一看3400多的青海，看我们祖国的大好江山。大家看我左边这个牌子，109线，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东西，还有，出发之前一定要吃饱穿暖，一定要吃饱穿暖，一定要吃饱穿暖，重要的话说三遍，这个样子可以有效的抗高反。我们车上随时都准备的有防滑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阿宁小姐姐。现在的海拔已经上到4000了，大家看我身后的雪山，然后看我身后还有这些。不知道是做什么工程，一节一节的管道。我总觉得这个在4000米以上海拔的做工的工人真的是特别特别辛苦，特别值得我们敬畏。我们现在在4722米的昆仑山世界地质公园，听上去是不是很酷？我们现在已经出现了轻微的有一些缺氧，然后我们在使劲的喝可乐。大家看我身后的那个牌子，欢迎来到藏羚羊的故乡可可西里，这边全都是保护区，除了这个主公路，其他的都是保护区，我们不能擅自进入这些保护区，知道吧？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，两边会出现藏羚羊，还有野驴，还有狼。现在上车继续前进，看我变成什么样子。我就刚才下去拍了个可可西里的视频，再吸口氧。现在是4568米的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，这里是一个小镇。这个小镇在青藏线上是属于很繁华的小镇了。你驶入高寒冻土区域，如果加柴油的话，要加注高标号柴油，记住这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给大家看一下8:36的青藏高原的日落啊。大家看啊，现在的时间9:26，我昨天11点多出发的，也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开了22个小时了。我现在眼线都花了，口红也全部都没了，又一疼，不要疼，真的好难受啊。